梦想更新，欧洲梦里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海内外的潮汕乡亲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给大家拜个年。我是东洋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林欢欢。我是汕头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柯尤文。现在的收听到的是由东江汕头市委双塘部、汕头市侨务局主办。汕头用物集团广东调解院、汕头文化艺术学校承办的四海调音戏剧中国文化。四海调音全球调解票优惠活动开展以来，海内外的戏迷朋友、调解社团踊跃参与，共请调音两支乡亲，掀起了保护甲传承调解艺术的热潮。近日，四海调音全球调解票优惠欢迎抢会，让人看到了调解到海外传承发展的盛况。如今尾，获得本次活动十家票友的调解爱好者，将甲备受喜爱的调解名家动态响应，共同听信调解之美，向海内外乡亲献上最具家乡味道的新春祝福。今尾迎出伴奏的是汕头文化艺术学校的师生会，到底个锣鼓响起来。哇！雄壮的锣鼓就甲滚滚的从里边哟，拍出了新年的牛气啊！是啊，今年是牛年，当在目前防控工作相当严重，咱就是得有牛的脾气，敢拼敢赢。
看到有牛在哭腔，惊天高胆。看到牛忽然恶哭内老，敢以奉献的真心。是啊，所以我就想吼，牛在冰照，或是个福影个哩，做娘个跳梁做是安尼。哎呀，伊这是咱传统文化台湾地震十二生肖自跳引爆个这个王树。伊甲妹跳无咩关系。是啊，所以我个顶下钓起来，得个跳就好妹嘛。哎、欸，你打来钓。嗯。有一句话呾，无跳不生气啊。是啊，一句话就可见那跳都钓起当个洪亮个地位。这是一道道钓起艺术家历经五百多年打造出来个这个古这正头表演体系个行当。是啊，据说钓起是有十跳之多，可能大家平时都同戏当先呢是无许去注意。接落来个这个张幕就是个下了钓起十大跳行个角色，各人技巧功夫让大家共赏钓跳之美。下面就先欣赏钓跳闹春。
唐朝陪到钓脚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如到新时代，为了弘扬潮汕文化，培养钓脚青年人才，扩大钓脚的影响，钓脚人做了许许多多的探索跟努力。是啊，遐个传承经典的同时，那个形式上、内容上，也是积极创新，创造了不少个时代进步，符合当下审美个价值追求个新作品。我惊喜个提高钓脚到新个领域，而其他表演艺术形式融合碰撞，比如钓脚个小品、钓脚个流行歌曲、钓脚个高响高唱等等。如今个钓脚也是广受青少年朋友的欢迎，遐个支持个活动当中呢，我就提高了好侪后生人来参加个。如今日，咱又将提高一种创新形式个空手合作，请欣赏群口相声《名家与票友》。大家新年好，我来个大家拜年喽！敬祝所有个人合家平安、身体健康、祖国繁荣昌盛，我来打断绕口令。咱住在有界去里去，食饱无事都去怕去。下厝还有界商店伊，行在正路指点伊。住在啊去里去，都去怕去。偏着厝后商店伊，都指点伊。厝后商店。哦，老师。哎呀，原来是鸟体名家。哎呀，降切降切。哎，老师，好我，好我啊。唔是啦。现在我做你出来迎接嘛，了你就点啊出来插插。哎呀，老师哦，怎上灯？那每个只调夹相声，改改拢大鼓的好听。哦，是这样。老师，舞台。大咪个。那边有只湖南骆驼生兔子洞，嘴面靠是刘先春，后面好是吴奇鹏哦，台湾一样在，可是样子英啊，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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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不可，哎、欸，你买这个台就人家祝你哦，总爱认错老婆。冇啊！哎呀，后面对拍生命香，后面对拍生命香。呀呀呀呀呀！哇！哎哎哎！喂！啊，王老师啊，最啊，那就参加平创时阵去啦。小将兄，我打你听，就个啊，草地改名叫做杜国正。杜国老师哦，卖点教我四川起花名。老师哦。啊！第一个名叫做杨泽康，我伊名字多杰，唔是杜国正。卡车卡车，好好，咱来去名做杜国，哎，朱国，不，结果不结果。哎呀，朱多杰甲杜国正，甲喊话喊话，你也冇忘啊，嘴个兄，是哪嘴啊？了你点么摇咧？伊阵呢？嗨，伊在要去参加西海钓鱼。全球钓脚票一回，我带去做呢，伊出来小脚问我阿姨，我是那神助兵，我一听做我都没啊，伊对拍我哩。哦，一就是但无是，我就当捕捉，我至少要抓。哎，好了，那够定定还是误会，但大话无够挂，既然咱死人就做一个惊，来一顿空口相声。好，遐咱就来问参加名家与票友，挑你一担来相挑。好，哎，该哪一句？啊，我先来。好啊，条脚票友四海来，身大挑战齐前台，声声也来到老家。晓咪该？啊，在哪一句？乐大半句，廖黄点好。对哟、哦，家教女校正食糖衣服去提教，这个叫三句半，卡晓？唔晓？哎，三句半是乞丐啊，直整表演形式，对啊。阿弟个都唱调曲啊，你都唔晓都袂奇怪。我唱调曲啊，唱调曲我有呀。我你爱唱调曲。啊，有冇看佢袂听？你我唔知清唔清。是，好，要来唔要攞过来听？来，要听。做你讲，做你讲。听，来。一定信用定高傲的车妹啊乐梦正没关系小声我帮乐枪到老跳乐强你乐来来就来好来一定信用定无晓笑，我个小声可能唱作红娘。哎，唱咱拢好听。哎，主要
阿弟家是张家磨黄少，哎，磨黄啊红苗老先生，那就自生一个。哦，对啊，免惊，我跟老姑来听。哎，就来咧。来来来。哦，天呀，哦啊祖，哦哦哦哦，这蘑菇出土两个小，那这就麦当劳就算了啊！小是小，我抓你娘回好。你是第几名的？请客啊，是龙虎上车，你莫要就来问蘑菇。唔，水老师啊，你是第几个跳去撇油？唔该撇相声，我系吉只老头声。咱来问茶帮会，我来莫子你哦，你来李老三。我能下抢上顶啊！哎呀，大哥娘，我就来对你抢。哎，好好好，名家对笑声，强强两手，乌纱配老跳。众生呀，都啊靠我的代恩情，你莫我见。乐家坐在那一朝夜，那一夜何来那一夜归，那一夜那朝那何那归，那向了众生改名从。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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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啦啦，我比杨祖白花大老娘大好不好？你比杨祖吃冰公司大人看，我老祖你去抢到做诶，唔吃烟，就先抢。乐比扬州，你只有啥来罗啊罗歌？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您是过节啊，我好好客，本领就生到糟蹋。哈哈，你名家来指点，我个金榜冇得有名响。也冇是我比扬州紫金城来凌红歌，乐比扬州强安正老王少忠。是叫你来唱客，唔是叫你来读书，乜得读到主读到经书？我变作紫金城来凌红宫，你变作强硬正老不忘少壮。我来抢。唔唔唔，来，你又不想交嗬？我爱买摆地上强。哎呀，大声归大声啦，阿水啊，我强调起，确实无咩好听。唔是无咩好听。你是怪傲，我就只听到嫌嫌爱哭。你打老会表，放肆爱白话个人，就打我打话好听过笑客。啊，遐老你就打作话，来听台有就好听。好，你听。话说这场结历史很久，场人海外无声，立业成家，心情舒畅，就唱调客。得到了外国友人啊，请来把张杰强强闯世界。有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摩洛哥、阿非、南美、暹罗、斯洛新加坡。好听过咯，超级老在卖真是好慷慨。咱再来麦聊三句话，再三。我都真系晓我诶。我冇饿声吼，一听就爱。哎呦，弟哦，莫是我基础骨头，你只北晓个门捞。好。呀，咱就以人生气骨为对，怎能来一句？好，华少阿三来。来，
高举康木大红旗，望正直心泰山依，可测人歌心中高。哆来咪啊，哆来咪，家强黄木出世，我甲大家拜年，恭祝大家平安顺，全民高唱哆来咪。大家三个掌握就精彩不断，唔知观众朋友你可以同意？唐在苏浩兄个许种调格个唱腔是谈花声个唱腔，好久无听到了。是啊，而且是非常有调味。大家表演当时闯清斗入，正式是舞台上出山档个节目。嗯，本次活动共收到800多位票友个热情参与，好在本土个票友到走进乡村社区个艺术队伴，拢有真胆个表演，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个印象啊。是啊，而且吼，好在钓虾漂游是从欧洲、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加纳等等世界各地是发来了视频参赛，经评选有14个奖目，分别获得1、2、3等奖，咱再来看大屏幕。有钓水的地方就有钓人，有钓人的地方就有钓客。钓客是两个海内外钓人的精神文化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视察广东的时候，提到钓客艺术，强调爱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海内外钓人乡亲中引起热烈反响。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山头举办西海钓音全球钓客漂游会，掀起了保护和传承钓客艺术的热潮。海内外钓人社团钓客漂游踊跃参加，来自中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柬埔寨、加纳等地的钓人社团钓客漂游，波山客满40多街，漂游涵盖老东青，既有60、70岁的长者，更有17、8岁的年轻人，既有沿家乡钓山话方言吟唱，也有沿居住国语言吟唱。一人精心准备红白灯灯，唱作有板有眼，欢声斗入，水平加高，让咱欢喜的团购调价艺术到海外真火相传的生动场景，甲勃勃生机。经评选，有14个客满，共23个票友和社团获得1、2、3等奖。调价直头量觉着故土亲人，直头量觉着海外乡亲。海外钓人社团甲漂游会对钓客艺术的热爱之心，对家乡的光荣之称，一一硬表。伊那是中华文化坚定的传播者，伊人都热爱当坚守，都坚守当传承，道道相传，名扬不足，令人敬佩。到这个，我也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江南地北腔调音，歌不断个呀，是故乡情。也多谢呢，我也爱向海外个乡亲特别送上新春个祝福。感谢领导团成调解个宿舍做出个努力个贡献，希望有机会大家相会个同一只台。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山头潮州考察调研个时候，高度肯定华侨对祖国个贡献，勉励大家参与祖国行动会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也名利山头，就做好口字文章，真正侨乡与海外侨胞界深交情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钓秀、钓脚、功夫等等钓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钓脚强保护甲传承，我特别关心钓脚名家姚双秋的情况。哇，姚双秋老师遐就过有名了啊！是啊，伊用过苏六鸟、东山五鸟、少天花、井边花、西两洲。讲这等等等等，拢非常经典。嗯，不打。一退休之后呢，姚双秋老师更是技术发挥而热，不止而那个投入到调节个创新工作。遐今次个晚会，我也邀请了一个正道弟子，唱评了一个特别个节目。当时姚双秋老师创新调节艺术个成果，节目当获一位获得10+个票友。嗯，伊也将个调节名个密可演出，代表广大调节票友对姚双秋老师个钦佩之情。让这来很像
是电工了姚双秋老师的经典之作。那么今日咱也非常有幸，请来了姚双秋老师，掌声有请伊。秋姨啊，你好！遐你听了人舞会个怎么个顶面声样啊？非常欢喜，看到你连名舞会啊，非常精彩。啊，咱个条件咧是从高后期有咱，咱更主要爱记住，咱个种子期对咱个传统，咱爱发扬这个好个传统，啊，再发扬创新，咱个条件咧就多多平平相传落去。在谢秋姨，遐作为姚双秋老师的学生，你有啥物个想要答个呢？非常感谢秋姨对我们年轻一代的鼓励。作为年轻一代的调解人，我爱跟用心界去向老艺术家们学习，让调解事业更好界发扬光大。在谢您。调解是东华文化的瑰宝，咱既着保护，也着通过创新去创新。遐接落来，咱就来感受一下戏剧。甲歌舞嘅碰撞，请欣赏新片调曲《调山莺歌天鹅在》。
中国的革命文化是民族禀赋、民族意志和伟大斗争当代历史表达和时代体现。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进行深度融合，是中华文化到领导中国的最新发展。近年来，广东调解院倡策推出了秘密沟通站、红军阿姆、百姓支持等不少革命对策的行动调解，以赵文辉为来客，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血管累累。启动到大家落幕的第十四届广东省艺术作战秘密沟通站，就获得戏剧组揭幕一等奖，主演张玉芳也荣获特别贡献奖的称号。接下来，咱将分享个几个节目，就是采用分享的手法，用下革命对彩调解、报以狂暴、甲江浙当个经典唱段，展现不当时期个革命斗士蒋介石初心使命，加以斗争，加以胜利个英雄气概。请欣赏张玉芳等表演个唱新调曲《绣红旗迎曙光》。
的挂的一样太一将我强，有多些不明人，盼我强亮，他们擦亮多钱，我当天啊啊啊啊啊啊啊
春花六点酒，好红鸡，人就一样飞，每季生水绿枝，未见伊思念。我们来呀、啊！曙光，唱者字字江唱，听者心怀激动。迎亮门，迎热血开场的新中国，多积多多东华人民的技术奋斗当，走向黄勇步强。全民建设小康社会新里道幕，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道开启。咱要以更大的气魄，书写春天的故事。国富民强，家园华美。咱卡下个这片土地，每日拢有新变化，老百姓个活力感、安全感、个幸福感不断提升。走过高级开荒四十年个山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乡村社区美丽宜人。咱六个变化，强出来如今好。哎，今日土匪个道别就相约，俺来去拉山头，咱来去探一下哩。行。谁怕谁呀、啊？啊，头花哎，妹妹来落钟。妹，哇，好有人做伙啊！这妹母起来呀、啊！哎呀，这花招全给妹囝，这该招生呀！头花啊，妹妹见人落来。
哎喂，老伙喂，好滴个白痴的只钟灯甲看，遐无个性命无着交挂。老伙喂，欢迎人士。不是，我妈对，我是志愿者。志愿者，遐个是啥物志愿者？遐我就来指天，饮这无爱收你个毒虫子。名啊，遐你怪啥嘞？只随名受你魔破，咱我是就来斗歌。斗歌就斗歌，惊人唔惊？卖大惊唔惊？莫是电视机做个观众爱听。我爱听，我爱听。好话啊，你那你个是志愿者，遐别来靠你者。那是外宾爱来了解咱一个山头个风土人情，城市风貌，啊，咱得给人做你答。我就想做四块公。从高头下背后会开，背会开，对头行会老太太，老太太，迎我老公，嘿。火车在人放声，实在好听。朋友，请您来吃的老酒友。我做你闭嘴呀，老板声。板声，我话嫌个将来唔下听。我坐火车食青，啊，你话唔欢迎？嘿，人吃老就是无烟。叫生活差不多，阿伯像样难熬咯。老灯一呀站在厨房，用钱彩地也两地公公。爸啊，像有话境，你我唔知阿车花个真正行业，伊个创新是。
就是该十七，阿伯是七十一。好威啊，那个乐事有准备，将来爱下去，阿伯再来靠了者，试试那个金康腿。青花大比赛，山头排着断几界。啊，青花大比赛，山头排着断三界。赛起总共就在日，这就是大行来竞赛。赛起总共有九日，十八大行来竞赛。十八个大行是密界，你一界一界打我知。唱个游泳舞毛球，足球篮球乒乓球，棒棒冲浪太空刀，棒棒球球加篮球，高手好球，沙滩排球，武术套路加快步，花舞体操加灵球。花舞灵球啊，是啊，我上来行，别人最命给我看。呀，不有弟弟，不无弟。哦，嫌我老，我无好来去给人做指导。你说为何？爸啊，你家天门好之才。我也知好在，你也应答，你在听。我途中坎坷，又爬来天的施舍，我真知山头小事做不通做，日日点开加那开呀开，开了开加那。莫怪去做警备，你真是恶心古精啊！我日头里客上百街，来自五湖江四海，我一街一街行门神，山头戏耍大意在啊！开了开，大意在啊！朋友圈再大，公司也无我在。有影无？你这后生肯定无我家，但卖点话呐。做应付啊！我日日一挂正斗音，共唱别客共清亲。泸州公司正彩旺，两公司还如此有心意。过厉害，过厉害，过厉害！好威啊，这日子阿伯输到心服口服，你要给他拍扑。我的朋友做最美的志愿者，在下阿伯夸奖，那个戏继续来抢。好，来抢！我老人也从后生来，后生心事我全知。拼打进出不停步，带向新手是阿母的来呀！开了开，是阿母的来呀！十八层的石高岭，不动拼打新手将。开阿车当风向，赛事风雨来我将。在新野看风景，我是四海看花将。是潮汕人心中的最爱，今日伊人倒挂，真是道出了心意。是啊，昌盛是传承好潮剧艺术的秘诀。近年来，潮剧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伫六平昌思想城、艺术城、广修城结结的精品，广受好评。汕头文化艺术学校的师生也多次受邀亮相央视舞台。广东潮剧院也陆续推出《东宫公主》《高声黄磊》《李香恩》《小虎队》一批六集，如获省级、国家级奖项。
其中李湘恩扮演者林依芬获得第29届中国戏剧文化奖，成为继2007年赵玉芳荣获文化奖之后的又一位赵剧明星。接下来，请欣赏林依芬甲詹春香为咱带来的赵剧《李湘恩抢灯》。情难解醉，我独醒哎，
多几座四海调音的活动中，我用有限角色了合作优秀的调音票友。伊人年龄不同，只有六七岁的小朋友，由伊到高戏之龄的老先生。伊人身份不齐，既有警察导师，又有学生老师。有古别舞台上将雷下界，又有初次提升外家师座界。伊人有着不同的故事，却拢对调音有着相当的热爱。人爱对所有的调音票友道一声最真心的感谢。做一下您，您的到来，加上我的四海调音如今精彩。下面爱国家开始四海调音全球调音票友会十家调音票友的颁奖仪式。首先有请获得十家调音票友的杜平诺、杜晓芳主席、李文清、郑派诺、魏秀生、上台领奖。有请市委双堂部常务副部长蔡英姿上台颁奖。落来有请十家票友魏丽丽、陈卡朗、李祖南上台领奖。有请市侨务局局长李洪娇上台颁奖。后来有请十家票友温怡英、蔡明光、张扬之上台领奖。有请广东调音院院长黄奕双上台颁奖。四海调音全球调音票优惠获得到了协会单位汕头市怡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特约赞助单位广州白凤山青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晴天单位蔡氏服饰界大乐晴天。怡亨润好江湾，好江城心，甜蜜江景，清水白燕，江人饼干，青光明目，白凤山青空下生计，蔡氏服饰，愿爱一生，爱家人。高喜祥，下面爱颁发的是弘扬调音艺术贡献奖，有请汕头市怡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定伟先生、广药集团广州白凤山青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市长副总监邢记先生、汕头市阿摩斯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日同老师上台领奖。有请汕头药物集团董事长陈业坤颁发弘扬调音艺术贡献奖。
山脚拿定定，吹马去也凉，喘袂得。山外在，披荆束棘，行夜去了七家。真行到之中，你最大的感受是甚物个？惊喜甲感动咯！惊喜个是今日个表演台本，咱可以推到调节作为古老个地方特征，居然有少侪创新。是啊，而且吼，或者意想唔到，遐感动个又是甚物个呢？感动个呢是一道道调节咱为调节艺术个享受。你看伊今日这台文会，现场起码是三道调节咱动态，
加上台中幕后参与创作的老艺术家，海外微小未少的七八十岁的艺术家，调夹票友，迄人加起来毫不夸张的拿到四座铜灯啊！是啊，阵容非常强大。不过我自个爱大概是另一种感动，就是去年新冠目前发生以来，尤其到目前非常严重的时候，咱无数个为富难忘是无畏惊险，逆向自惊，写小家、古代家、江目清，伊人无私奉献个家国情怀，令人感动。是啊，其中有许许多多十七八岁的白衣天才，伊人当用勇敢的奋战到抗幕前线，支持了家己别样亮丽的青春。伊人是当代的花木兰。这次晚会，我特别创作了由赵家经典当牛红吉、穆桂英、邓碧鸟等全国英雄形象创强的张幕，向白衣天才甲所有个奖目英雄表示致敬，请欣赏全国英姿。
当局的戏剧《鸳鸯六腔》真类繁多，每个地方的戏剧拢具家己独特的地方文化风情。潮汕大地幸运之声的调剧，江州剑子韵味悠长，到来远东是一道鲜艳的气魄。尽管五百多年潮起潮落，同一曲经典，但调剧妙音融通，一道道调剧人脑光出来的南国青花，意境芬芳，到大家的喜爱的好负担，调剧也变得更调更新，更加生机勃勃。到新的时代，咱爱光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动摇讲话、动摇知识精神，更加坚定文化自信。这个弘扬调剧，这个飞沫着文化水线，培养更多调剧新生力量，让调剧绽放出更加明朗的光彩，把东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播到广州四海。中国文化到这个就圆满结束，全球调剧配乐会也圆满收官。感谢台水木界工作人员，感谢汕头市怡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白凤山青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蔡氏服饰对本次活动界大力支持。再次恭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牛年长如故。祝大家事业有成，大吉大利，万事顺意。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